为着让社会上一族族群甲家收入好，也会当无烦无恼地度过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节。大溪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彰化县机关服务处，特别伫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的边啊，举办关怀弱势中秋行目联欢晚会活动。现场除了有歌唱表演之外，也有多项的活动，希望让家收入好的家庭会当欢喜过中秋。中秋节到啊，但家收入好家庭可能因为经济因素，无得像一般家庭同款欢喜过中秋。大溪社区发展协会甲庄丰安议员服务处伫咧中秋前夕，伫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举办关怀弱势中秋烤肉联欢晚会，并安排一连串精彩节目，邀请家收入好家庭做伙到场同欢。中秋节即将来临哈，我们这个大溪社区发展协会哈。在那个刘厝，在二二八公园这边，特别办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关怀社会弱势，一些社会的一些弱势的单位来参与这个中秋晚会的跟烤肉活动。那也非常感谢庄丰安议员，他非常的热心的帮我们找一些厂商的来协助我们办这么好的活动，让这些日落式的团体能够在这个中秋能够过个非常愉快圆满的快乐中秋晚会。为了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除了精彩的表演节目，现场还向家齿脑麻协会订了一千粒的蛋黄酥，要送给民众，让在场的家收入好家庭度过一个温馨又够热烈的暗暝。新闻调频家齿采访报道。